破防女朋友玩地铁，让我给她搞极品 AA1。我全部都红住在这呢，你快来打他呀！麻雀，你先趴下，他在哪儿？我靠！啊，连枪就倒！你行不行啊？一发都打不死的。他是极品枪。你放心了，全掉了，我不玩了。亏我还给你扶贫呢，浪费我的感情。哎呦，天天没法打了呀！为什么？什么枪？有我的过厉害吗？极品喷子，很猛的。你看，怎么掉这么多？去给我打那把枪。喷子。啊？打，要刷 boss 很难。打，这个母老虎搞笑了。那 A1 血兽是能刷出来的吗？有些人可能不知道，这把极品枪是只能通过刷 boss 才能爆出来的。哎，我当派生不想陨落，给母老虎整去。可以，开局就是伐木场，据说这是冰河最肥的箱子。你们都在这爆过啥？对了，我们要打的 boss 在特战营，挖去双金。来到特战营，我们直接找这个最丑的打就 boss 了。哇去，什么情况？别高别高，你最帅的哥，我的血条怎么一下就空了？告诉你们个小技巧，你们刷这个 boss 啊，就得穿老鼠套来刷，刷完直接推掉点装备也不心疼啊。我没看错吧，红光，我的极品 A1 难道要来了吗？哇去，都怪你啊，给我暴力下飞了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好不容易爆个红，气死我。第一个 boss 失败，来看看第二个 boss。粉光下次不看了，纯纯老鼠之光啊，真香。第三个 boss， 哇去，出，第四把路上逮着个大火，金光黑鹰金甲，哇去，极品四字条，斯腾，不想继续做老鼠的都别告诉我宝贝，我教你们变猛虎。哇去，又来一个红光，这把能爽到底吗？第五把，哎，第六把。哦，晨光，给我来金龙！第七把好运来，又是伐木场，来了，给我爆！哇去，蓝头权杖，哈哈哈！我是赛加米先，这个箱子还有比我更猛的吗？呵呵，又是个红极品喷子，给我出！嘿嘿，这把咋回事啊？一个六级套，这么开心？哦，原来我有蓝头权杖，哈哈哈！第八局，红光，给我爆！第九局了，又是红光，给我爆呀！完了，好像有点不对劲。第十局 ，OK， 又是一个红，别再搞我了，我不想晕，气死我了，根本爆不出来，谁爱爆谁爆吧，以后我看谁再让我爆这玩意儿，我直接就是给他一个跪地球了。哇去，我动物园的救世龟来了，这小龟壳里可藏着宝贝啊，看我爆不出来，也是动了乌龟心肠，直接把他的极品 A12 血送给我。哇去，最后还依依不舍的抠了三个字，这极品喷子我都还没体验过了，一会再给鹿宝，先拿到动物园测测火力，来带你们变猛虎。虽然你很猛，但我只需要2000。有金波来劝架，都想找心机杀老狗是吧？不愧是极品枪，贴脸真的很无敌。啄木鸟来喽！都看见你了，还做老六了？哎，怎么卡大了？我可不是故意调戏你的。这里怎么玩？出来就得掉。啄木鸟来喽！被啄了直接点连住，想从老鼠变老虎，记住一句：可以没有副武器，不能没有啄木鸟。倒了就啄它，致富就靠它。成功撤离是必然的。当你成为老虎以后，辐射区也就可以随意穿梭了。